许志安、梁汉文及苏永康19日出席影碟 The Big Four 大家力士演唱会的影碟签唱会活动，而张卫健因在内地配戏而缺席。不过三人在现场献唱时，每到张卫健的部分，就一起把话筒送到张卫健的海报上，装作他在现场唱歌的样子，十分搞笑。他应该是在横店附近，好像是，好像是。所以他就拜托我们三个要跟他的歌迷说一声对不起，他真的很想来，但是来不到。其实我们三个没有他在的时候呢，都非常的自在，都自在的，对对对，很自由的，没有他那么的叽叽喳喳啊。想起他穿古装很累的，对对对对，所以今天就好像怎么说，就做回我们自己啊，开心的一面，有他在就好像不用被人常常的控制我们。对对对对。前几天郑秀文独自出发前往戛纳影展，而那边近来不断发生犯罪案，但许志安就表示不担心 Sammy 的安全。治安啊，我就是治安了、啊，我治安好啊，治安好就没问题了。没有啦，因为我相信当地的那个保安方面应该会比较好，因为你看反正跟他一起的很多人嘛，很多工作人员，所以应该不会担心吧。那反正几天而已啊，当然喜欢歌迷聚会多一点啦、人多啊，开心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他也希望我开心，他也希望我们的歌迷开心，所以他一定会了解跟明白的。